我觉得这个天气，然后也比较好。今天过来看了一下，我觉得还是比较舒服。红叶那些，然后跟到我们那个桥，然后都还是比较不错嘛。然后下面的话也可以看得到飘着在飘的云彩那种，然后看起来是非常的安逸的。 玻璃桥呢，它是从2019年的8月开始施工，2021年的9月建成，历时2年零1个月。